你怎么来了？我们还得避嫌呢。解惑。刚才的题明明你会，为什么紧张？你怎么知道我会？大家都觉得我不会。别人怎么看我不在乎，但我说了你可以，你还是失败了，这让我很不爽。明明是我出糗，你怎么不爽？真奇怪。你还是快走吧，我们还得避嫌。那我们去校外，去你想去的地方。别我们我们的，怪瘆人的。去校外可以，但我俩得分开走。加个微信。都是进口的。真舒服。要是我的烘焙社有沙发就好了，就不用坐地上了。沙发又不贵。你这口气跟考试又不难有什么区别？考试确实不难，为什么一到考试你就发挥失常？